王覆于东海，公祝父王寿比南山。免礼，免礼。赶返宫中，恭贺圣上寿辰，时应未晚。为卿驾，幸你一柱擎天，威服四夷。你果然孤王寿辰，人地喜见你就爱威华。主上，为卿驾精忠为国，劳苦功高，你又话封佢？阿志忠。你唔提起父王都几乎唔记得添，为卿家父王欲将你驸马加封如三公主丽圣殿啊！微臣你得贪蒙父王，真是皇恩浩荡，恩重如山。点解唔见三王爷嚟与公祝寿啦？父王，佢人长金光天。廖善佢真系不孝啊！我爱女若明知佢是富裕，谁谈啊骨肉亲情成冰炭，全无温暖若翻难，生女如斯性，何叹得交而不善，佢太命运呢？岂能长对佛如来，不到宫中来何难呢？必去惩罚佢不可。且慢，主上是老恩重如山，岂是亲情如水潭，公主心熟得更悠闲，或因你笨醒妆，弄笨调之慢啊，有千呼万唤，未见你前步。国非三公主上殿啦，微臣叻事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三公主，将军，京堂正地，闲人不得乱进，请你立即离开。我把清批顾犯啊！三公主，微臣有一件好欢喜嘅事，一于闯进，请你暂停片刻，准我与你一谈。有乜嘢欢喜嘅事干啊？三公主，只为君恩深厚重，三公我为驸马，与你甚有关，我心不忿，也不忿。
为将军，
开家一定劝服王爷，与你礼成面晏娘娘。三公主红尘看破，六根清净，想佢纯清下嫁，真系难上加难啊！终有一日咧，回心转意，为时亦未晚啊！主上，难得公主嘅回心转意，真系求之不得啦。系，不过佢心坚如铁，几难折服红颜啊！铁的输赢佢啊，佢斗得孤王主。嚟啦，孤王出去之后，将此国封锁，无论何人都不得入内。记得嚟，遵旨。哎呀，呀！
三王爷，你仲连言三句错啦？无效，恨得鸟兽超生，神爷愿替鸟兽受罪多多。你仲大偏道理嚟教训王啊？我问你边只手放走你禽兽嘅？等我打到你眉开肉破！哇！神儿是一双手释放的，若果父王你要打就即管打啦，任交十指流红金身兽，岂见鸟兽脱灾吗？闹边你！小上，试过去一次啦，我唯因啲小事打个女咯。哼，呢、這个畜生唔打佢唔怕嘅，我一啲仲打佢啲冇威风。李尚，打到个女流血，你都唔肉赤嘅，打佢唔怕？唔想再打啦，快啲犯人送休息吧啦！我系要打我。王爷，快啲叫太医医翻对手啊！三公主，你贪中怨贪得无过，枉有我今日又问不到我。叫佢迁回清凉国内，等佢念经念到够啦，好过佢日直打坐再如愿啦。母后，父王话过唔准礼佛诵经，佢竟然将父王抗位，你仲想完成佢嘅志愿？系啊，父王，如果佢系要念经嘅，应该要将佢赶出宫外，免至辱及你嘅威严啦。我畜生虽系生性，到底我系不欲申请，点可以一刀两断？父王，啊、我有办法，但可以找一间庵堂嚟安置佢啊，等佢挨下出家嘅清苦。若果佢挨唔住，一定会回心转意，咁又何愁不欲不断言？系噃，父王有所白象庵，路遥千里远啊！倘若
好计，佢哋以力封伤地曹贤府，地上周玉似国蔡根天，内乌宣召佢进宫为，知佢是否身长能改变。王爷，你欲礼佛如参禅，大可愿成你之愿啦。今愿心功难，方便啦啲英利尘世去度禅，此去白雀庵堂千里远，亦未知你能否有此心志。喂，你从此一去就变专家，以后不准私办回风雨。三爷，你千祈唔好去啊！我意思是定能风地难治，有意买贼何须听劳言。母后，臣儿必有佛法康复，你放心啦。三王爷，你本玉业如今知，何苦自己攞泥钱呢？我卑逼你去屠禅，虽知道自己咁愿嘅。我是大耳皆空，绝无物欲念，早看破红尘，虚荣我不是。你贪禅着素衣，我难赠妹求转啊！礼佛要持斋，我难把酒欲献啊！嗱，我准你带清水一壶，白米饼三件，你要挨苦几十回，你不能挨嘅，你就速回转啊！工人。清水一壶，米饼三件。知道。三王爷，最后关头需决定，我嘅回心转意，我明意。但求你与佛众阿老远，父王心中无限。米饼三件，我点都能够挨到
去白雀庵嘅，分而去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发这个头，如来令。参见三公主，你是做人，等等行事公主，快过。你用乜言令？我要你再兼下三个。我叫做韩茂，大公主同埋大驸马叫我行事啊，三公主噶。点解大公主唔大驸马咁朗读？大公主同埋大驸马惊阿三公主修读不成，转翻朝中，夺取佢个皇位，因为阿娘娘同埋主上好爱着阿三公主噶。大公主同大驸马太狠心啦，我真杀佢。将军，我家一向大杀放生，只要饶佢一命，等佢有个自生机会，绝不可以冤报冤啊！好，我听公主一片慈悲，算你一场造化。太好了，将军，点解你会嚟呢度嘅呢？三公主，知你全心正直，怕我难掩。你要咗佢咧？多谢啦，我唔要。点解唔要咧？你有所不知噶啦，我正对得和平花园，精明啊！你真系咁决心嘅，咁不若我如后为护送，只有我份守安贞。你方才如自己忘身，恨有天公平分。三公主晴空剑啊，系微臣发嘅啫。你不过系受灵神指点嚟救我嘅啫。你话系就系啦。不过大驸马全心凶恶，我要奏明主上，将佢依法惩办至得。将军，恕人即系恕己，我素来慈悲为怀，你切勿咒之父王，免至得罪王者，佢哋他日一定前非痛改良心自救嘅。三公主，你真系伟大，不过你一个人去白雀庵咁远，我佛有灵。自然会趋吉避凶嘅，你放心翻去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公主，阿弥陀佛，公主，阿弥陀佛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佢
铁石心肠难打动，我惜花有意，铁家同意。Thank you.
主持清恩，朕因三女妙善，千里桃田欲求剃度，若来求黑剃度，无需尽量磨折，使其不能忍受，弃其转意回心，无为朕意，因此万万岁。你怎可以住得的，请你回去宫闱立福吧。你是玉叶金枝，怎可以入对红鱼正庆呢？师父，我不愿千里而来，但尽风霜之苦，亦想得归依我佛，佛门乃是方便之门，我求你同我剃度，为什么你都不肯应承呢？三公主，同你剃度容乜易呢？我哋本庵嘅规矩，先要服苦役一年，然后至剃度。试下你嘅意志坚唔坚定噶？好啊，只要师傅你肯收留我，有乜嘢功夫，做乜嘢苦役，求师傅你开声啦。三公主，你真系咩苦役都肯做？系。了印，入去攞檀香粒出嚟啊！三公主，本庵嘅清规，每个人入嚟剃度都要用香粒担水，如果担唔到咧，就与佛冇缘，不能收留在此噶啦。用香粒担水。香粒咁疏，点可以装得水呢？三公主，白雀庵系空门，又点藏得公主你呀？你凭天意，我唔会灰心嘅。哎呀，你睇下，你睇下啲鱼又埋嚟，用啲鱼鳞。填晒我一粒喎，多谢佛爷保佑。了印吓，你同佢担入去先啦。哦。三公主，请坐啦，唔使啦。师傅，你仲叫我做三公主？你话过，如果我担到水翻嚟，你就收我做徒弟嘅。而家你叫我做徒弟是系呀？系。靠近师傅，咪咁快脆字。仲有一件事，
如果你能够真系成功，咁就注定你同我有师徒嘅缘分啦。咁有咩事要我做呢，师傅？三公主，门口有支铁柱，如果你想我收你为徒嘅，你就将铁柱磨成花针啦。你都系请回宫把啦，师傅，我点都唔回宫噶啦。求师傅你不限我时日，总之我一日磨一寸，我点都磨到佢成功为止嘅。所谓世上无难事，只要有坚心。唔限时日点得噶？我限你一晚磨成，否则佛门与你无缘分啦。限我一夜磨成，师傅。咁你分明有意拒绝我进禅林啫。三公主，你千祈唔好讲啊！佛门乃系方便之门，禅林乃系慈悲之地。你既然系诚心礼佛，我佛自然大发慈悲，方便之门无关无禁噶。好啦，师父，我一依你咁做，希望我佛有灵，助我能成任务。系白着庵内，剃度修行。三公主，而家时近黄昏啦，你快啲出去庵门前嚟磨铁柱。我限你明日天明，任务完成。我话过，再冇有难题作梗啊！多谢师傅，快啲去啦。哦。然后就同你剃度啫，快啲起身啦！任从师傅主意。白着庵嗰个主持，佢话个畜生足粒可以担上铁柱磨成针，逼于将收留喎、啊，真系将为王气死。子祥，一日都是你啦，我都话唔主张佢去噶啦，你又话佢一定唔挨得苦，就会回心转意。唉，如果佢真系佛前剃度，之后我哋亲身不育，就永远怪你。父王母后，我亦唔应该自怜。你哋莫用怒气，我一。
人恩华道理吗？他想向佛地去跪天，只要是佛地就望世天，只佢未必能道道理。哎呀，你是个我弟，若个迷魂，只为佛恩恩教女儿。阿乐王，你最憎人就系拜佛。在清涼國你毀佛像，在御園拆去菩提棚，氣質紅圓清慶都得啦，燒毀一家小小的庵堂有幾咁閒事啊？又是噃，唔得，主上，我怕你救女兒，反為燒死女兒，況且白著庵內還有無數女嚟噶。啊，就是噃，國王可以預先派人通知主持，叫嗰啲尼姑預早離開。咁就唔荒消事啦。哦，咁唔通知三王爷点得啊？母后，你啲傻嘅，放火呢件事系我哋嘅计划嚟噶嘛？点可以话俾三王妹知呢？母后，你使乜咁担心啊？唔通咁大个人，火烛都唔会走咩？无非想我熄咗条心，等佢冇地藏身，逼佢冇法子唔回宫居住嘅啫。好，一於照咁辦啦。大哥啊，哥王，你靜靜去白掌林通知嗰個主持啊，等人人走曬之後，你然後接命人放火都未遲。領命，拜見哥王。奉你君王圣旨啊！将军，奴婢正在宫中，闻得阿主上命人去火烧白雀庵，想将阿三公子去逼走，奴婢恐防阿三公子有不测，所以偷偷到嚟禀知啊！真有此事？真噶！翠翠，你快些回宫先，我即刻去通知三公主。知道。道义，五国人即刻离开庵堂，切勿通知三公主啊！知道。
香槟声咁啦吓。三公子，三公子咁夜嚟揾我呢？我睇佢一定痴心不息，但系我咁辛苦，只得师傅肯收留我，我点能够半夜去见佢呢？三八万五啊！明明听见个念经声，点解唔应我呢？唔通唔听见？大声地嗌！三公子，开门！三公子，三公子，弊啦！佢咁大力拍门，咁大声叫我，万一头顶师傅点算？唔系啦，我都不如出去叫只铁板。三公子，我有件好紧要嘅事，你快啲开，唔好话俾你知啦。将军，有内情，我哋烦难在，请问男论于爱爱，我已是心交浓，快来，你管他呢？你扯把啦，唔好阻住我念经啦。三公子，三公子，三公子，
上都竟已火烧白雀庵了，点解仲唔见三王爷回来见母呢？母后，你使乜担心啊？如果咁大个人火烛都唔识走嘅，咁啊抵佢命丧阴曹啦。母后，我相信佢唔死，一定会翻嚟嘅。其实啲咁嘅不孝女儿，你当生小个咪算数咯。王爷，乜你咁讲啊？子尚，一日都系你啦，点会咁残忍嘅呢？如果佢真系有乜嘢不测，试问你点对得我住？莫非你父爱全无？子聪，你估我想咁做嘅咩？我无非想佢回心转意嘅啫。治疗主上，系你是夫，哎呀。
边个嘅字啱啊？哦，你嗰位大王大人，正是亲生骨，而且生成你也大，又光阿嫂，好打，真系出差人识打花添，人系今日驱逐出宫门。王爷，你千祈唔好得罪道长啊！出家之人唔会咁下流嘅。大公子，贫道六根清净，四大皆空，唔会见色起心嘅。不过你一双玉手咧，艳阳又睇，正合战若成功，咁包你父王一王就好。我真唔制啊！冇错啦，阿大公主已经嫁咗我啦。若果你斩咗佢哋手嘅，我对住挥手叫妻，点能偕中路啊？其实呢个野道胡言乱语啊！佢设咗王房，佢唔知你嘅，又怕欺君犯上，所以就将王者嚟挖苦。其实佢自己冇功夫啊！请问娘娘，呢位又系公主咩？是啊，他是二王爷。哦，既然大公主不肯，可以叫我二公主啊。看看他的样子生得那么顺良，一定生命孝道了。我真的没那么孝心的，若果要我斩了只手的，我宁愿父王命丧恩曹的。我真的这么说是啊。嘿嘿嘿嘿，这两个畜生真是不孝，真是不孝。娘，今天都是你啦，如果三王爷肯住，我一定肯起责嚟依你的。冇，冇咩啊，道长。若果冇人肯牺牲，代贫道牺牲啦。公王，唔怪你攞把刀俾我啦，道长。你肯牺牲？是道长，你是为了骨肉之亲才得的。是贫道前生与主上有骨肉之亲，相信今世都有效。今日
日奉天天发号。妙庄王，贫僧达摩禅师是也，你唔使叩谢啦。那个道士就是你三王爷妙禅，已成正果，法号观音，现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修道。你不应误信大女儿，二女儿两个驸马离间，将佢暗害，想弥补你的罪过，就建一所观音庙纪念佢，此后戒杀放生，施行人政，只有神佛帮扶。多谢神恩。我父神乃是知全非，父王神已有下面洗心侍奉尊道。我父神使逆全非重改，父王神已以后靠经念佛，是他为西方渠道。将军，点解你会在荒山野岭呢？三公主，我夜到佛庵教你逃火网，岂料你闭门不纳我探无方，未到三更竟然将火放，我以为你香消玉殒，火中难忘，我万念俱灰，人去荒山上，情情不发天，女子交入红妆，你参透即空飘月上，我愿为火道福气公主，我以为你死了我就万念俱灰，现在你未死，我的爱念又重生了，我希望同你从海角天涯做一对丛林怨侣。将军，我家已经登仙化雨，修成正果，再不能在人间留恋了，你快啲熄咗一点痴心，一同上天庭修道吧。公主，我唔相信你明明系一个人，点会成仙成佛呢？如果你唔应承我，我跪咗你石榴裙下，永不起来。将军，你真系唔相信哀家成咗仙，你仍然一片痴心对我咩？
系，我宁愿牡丹花下死，不愿逐无聊生。真系冤孽啦！你起身先啦，我应承你啦。啊，系咯，咁系嘅，公主。系啊，公主，点解你会变成白骨嘅？将军，美人化白骨，白骨化美人，来也空，去也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人生如梦。你好应该大觉大悟啊！美人一刹那变成白骨，真系人生如梦。我被佛法感召，大彻大悟啦！禅宗，禅宗，因为我得达摩禅师引导，在南海紫竹林经已修成正果，道号观音。经已夙愿得偿啦！参见观音大士，阿弥陀佛。系啦，点解你会冇咗只手噶？真系我父王染有顽疾，一定要骨肉变弱，然后至可以疗治嘅。所以我断臂依附，疗奉养育之恩。观音大士。你孝感动天，应承正果。我今生无缘结合，我愿令你追随大事，在天宫作伴。未知大事能否普渡韦陀呢？在前方，你亦有仙缘。谢大事，善哉善哉，委托愿长治世俗人，控制世人，终将事正果，观音大士到韦陀，善哉！你断手依附，因此赐你七手八臂，表扬你动天孝感。既来佛祖，以后愿作慈航，扬之根路，救苦救难。好救众生，善哉善哉，阿弥陀佛。